示是真真真呢、啊，真力十。真真真的没有想到会真是龙草纲目有记载齐天大齐山。第二个提示油条铁拐李，铁拐李真的是油条。第一个提示三口百惠李白，你来的偶像是三口百惠啊。及一点通，我给你就通。再来，对参赛的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最美的统统，最美的人妻徐小可，以及越来越瘦的林道远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有我们帅气的元浩，会唱歌跳舞的张齐慧，以及人见人不爱的爱成。超级一点通，请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！主持人及来宾分成两队，按铃抢答，答对一题得五分，并享有续答机会；答错则要无条件换对方答题。获胜的队伍将有机会实现二成敌对的愿望哦。在比赛之前呢，赶快先把两队的愿望写出来。队长写。写愿望啊。写好之后呢，把它放在我们愿望卡的彩色袋子里面。我们今天的第一回合是这个益智题的联想题。哦。只翻出第一个提示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，来，各位，请抢答。统统队，停哦，停，看听的停，停，对，不对？哎呀，哎呀，不是这个，是耶，不是这个。元浩队，请作答。我们猜，调调，一条两条的条，调，来调，对不对？哎，错，请出示第二个提示。哎呦，请抢答。哎呦，伸张正义的伸。哎，伸对不对？哎呀，不对，我们有机会，来给他们看。宝，宝，宫保鸡丁的宝，宝对不对？哎，给点提示可以吗？可以给点提示吗，庞哥？我只能说，以前。常常有，在什么年代的时候常常有？现在几乎没有新的，没有新的，没有新的。这个提示很厉害吧？你猜到了吗？马上来，第三个提示是什么呢？哦，请抢答。元浩，我觉得是一个城堡的宝。城堡的宝，对不对？哎呀！是的，第一个益智题的联想题呢，就是城堡的堡，你答对了吗？哎呦，紧接着来到了第二题，哎，第二题，请给第一个提示，牛，请抢答，统统队，他们的灯都好快哦，那，哦，赌赌赌，对不对？哎，对 ，yes， 元浩队请作答。三个牛奶，怎么就这么牛牛牛牛牛牛？我告诉你，厉害了吧？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吗？林导演，赌啊？不是啊，那三个鬼嘞？鬼，鬼有鬼。三鬼就好害怕。三个鬼叫救命啊！那三个鬼叫奔奔，等一下，奔对不对？哎，错。来，第二个提示是什么呢？请抢答，请作答。签，哎呀，又签，对不对？前两题呢都答得非常的漂亮，电视前面观众朋友，您有猜到是签这个字吗？紧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三题，各位，第三题加油，是猜人物，我们负责小人物，好，我只能这样讲，范围有点广，
好，猜人物。好好好，第三题，我们请看第一个提示。哎呦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他的名字叫做山口百惠。哎呦，哦，两队，请作答。统统队，请作答。樱桃小丸子，小玉，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？山口，他长得像樱桃小丸子。不是啊，因为他爷爷很喜欢山口百惠啊。樱桃小丸子，对不对？你好，对，请作答。演的，他会唱演歌的。我的机会是猜演歌。对，演歌，演歌。山口百惠，我记得好像他是歌手吧。演歌，对，我猜演歌的那个方向。演歌，演歌。元浩队猜的是演歌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提示，九九九，请抢答。李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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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李白喝酒？李白，李白喝酒啊！李白跟山口百惠，李白跟山口百惠会有关系？李白的偶像是山口百惠啊！远古人扯到现代人，日本人扯到中国人，究竟他们还会有多扯呢？李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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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李白喝酒？李白，李白喝酒啊！李白跟山口百惠，李白跟山口百惠会有关系？李白的偶像是山口百惠啊！李白喝酒也喜欢美女。李白对不对？来，彤彤队，请作答。我们可以问问题吗？可以，请问，请问这答案的人物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对，是女生。哎呦，我想到了，杨贵妃。为什么？因为杨贵妃，杨贵妃喝酒嘛，爱喝酒，她也是古代美女，所以其实中国的古代美女，武则天不喝酒。我们想要猜杨贵妃，武则天有可能喝酒，但武则天可能没那么漂亮。贵妃，因为贵妃醉酒是最有名的。贵妃醉酒是有那么一点道理。杨贵妃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日本知名的女星山口百惠呢，曾在2002年接受访问的时候，宣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。当然，当时外界都保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。但是呢，把这个山口的家族宗谱呢，与这个浙江的杨氏的宗谱呢，做了个分析以及吻合之后呢，在相隔数百年之后衔接了起来，而且根据字与号的分析。有可能，非常有可能，山口百惠就是杨贵妃的后代。然后呢，酒是很好的提示，刚刚徐小可也猜到。然后牡丹花呢是唐朝的国花，杨贵妃爱吃荔枝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正解就是杨贵妃。你猜到了吗？第四题，大家注意听啦，第一个提示是什么呢？针线。针呢？针。你是猜人物？是人物吗？人物吗？人物，人物已经过去了吗？他已经过世了。过世了，也是他也是对，请作答。孔子，孔子对不对？好，换我们了，换我们了。统统队，请作答。华佗，哎，华佗对不对？哎呦！来，我们看第二个提示。油条，两队，请作答。一二三，铁拐李。铁拐李他怎么会吃油条？发现我们都给他猜出来了，不要吵。铁拐李呢？发现过海，各位。铁拐李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铁拐李很有道理吗？因为铁杵磨成绣花针，所以你就觉得铁拐李跟针有关系。对，你怎么知道铁拐李跟针有关系？对，我不知道铁拐李到底喜欢吃油条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来，元浩队，我看到油条呢，让我想到了勤快，勤快，油炸鬼嘛。对，勤快，对不对？这不简单哎！两队，我们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呢？哎呦，大雕，大雕，大雕！什么大雕？我还要酒嘞！两队，请抢答。统统队，力，
十真真，你十真，是有巧刚木有技巧，十加七双。请冷静。真就是你是真，他的名字顾名思义就是有真。油条，我们通常都要沾一些什么茶、啊，或者是豆类，或是奶类。他有说羊奶性甘醇，所以应该跟奶有关系。那这个标呢，就是因为你是真有真荣耀酒。算你会想一下，我在用心想哦。停止联想，李时珍，对，不对？我就没有办法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第一个提示呢，是这根针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呢，那个红线无形当中也给大家做了提示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月老嘛，月老嘛，月老红线嘛，哎，老有个老字也可以啊。哎，李时珍都可以，为什么月老不能呢？你们不要怀疑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不要笑啊，整天答案出来还是真的时候，你们就真的是笑了，我告诉你。月老爱吃油条。因为有红线，月老音对不对？哎呦！不啊！各位，不啊的。第四个提示是什么呢？哎呦！这是什么？哎，就下了令牌吗？金牌，两队请抢答。统统队，不要再笑我们了。嗯，岳飞，因为。妈妈有在他身上刺是刺精忠报国，然后岳飞爱吃油条，对，然后他有，然后他会飞，岳飞，岳飞对不对？我们就想到岳飞，各位没错了，精忠报国嘛，对不对？刚才这个油条的提示呢，是因为勤快跟勤快有关，所以呢是跟岳飞有关的，也是提示之一。Yes。第三个提示呢是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岳飞出生的那一天呢，他们家屋顶上呢有几只大鸟在盘旋。哦，对对，岳飞呢他的字鹏举啊，鹏呢指的就是雕啦，好不好？了解。至于金牌呢，是我们第五个提示，金牌，金牌呢就是当时的皇帝呢下了十二道的金牌呢，很急的把它招回来，回来干嘛呢？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种种的迹象，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正解就是岳飞，您猜对了。在这边宣布一下两队这一回合的成绩，统统队拿到的是15分，元昊队拿到的是5分。各位，还有更好玩的，第二回合马上回来。爆料超级一点通，现在是第二回合，是第二回合是娱乐题，娱乐题哦。第一题，网络票选国人最欣赏的华人武打明星前5名，哦，请抢答。怎么都一直快？他们都很快。李连杰，李连杰，李连杰是。李连杰，李连杰有没有？耶！这帅，这投名状的，对不对？那照片。好，再来，甄子丹，甄子丹有没有？快点，一路摔下来，差不多是成龙了吧 ？Jackie Chan， 成龙有没有？哇，一二三，一路猜下来，对，真的，让他们继续苦恼哈。哎，洪金宝，洪金宝有没有？哎呦，李小龙，李小龙有没有？李小龙是算吗？没有，元昊队请作答。我来告诉他们，来赵文卓。哎呀，文卓，赵文卓有没有？哎呀，算呢。各位，以上所看到的就是国人最欣赏的华人武打明星前五名，李连杰占41.9%，黄飞鸿耳熟能详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没错，入木三分了，对不对？甄子丹这几年国产量很大，真的，电影产量非常的大，占了22.9%。成龙 ，Jackie Chan， 拜托大哥级的了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占了16.1%。紧接下来是洪金宝，洪西佛，第五名赵文卓。是的，黄飞鸿系列后期呢，几乎都是由他包办了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华人欣赏的武打明星的前五名。了解。紧接
下来我们来到了娱乐题的第二题。哦，各位请听清楚了，网络票选最吸引民众购买沐浴乳的女性代言人前五名，请作答。我觉得是天心。天心有没有？第一位侯佩岑。侯佩岑对，侯佩岑最近侯佩岑有代言沐浴乳。侯佩岑有没有？哎呦，萧蔷啊，丝袜，他是丝袜吧？不会顺便洗澡吗？好，那顺便洗个洗个澡好了。好，萧蔷，萧蔷，萧蔷有没有？哎呀，元浩队，请作答。有拍过沐浴乳，林志玲。啊，对，志玲姐姐，志玲姐姐有没有？有，有。还有两题，杨谨华有吗？杨谨华有没有？同文正，请作答。啊，我知道，舒淇。舒淇有没有？关之琳吗？关之琳，蔡坤，关之琳，关之琳有没有？元浩队，请作答。徐若瑄，徐若瑄，徐若瑄 ，Vivian， 徐若瑄 ，Vivian， 徐若瑄有没有？哎呦，谁？哦，两队都没猜到，第五名是谁呢？请看正解。谁呀？蔡依林，来。网络票选最吸引民众购买沐浴乳的女性代言人前五名，第一名是我们的天心34%，再来是林志玲16%，侯佩岑12%，舒淇7%，以及蔡依林有6%。这就是他们沐浴乳厂商的最爱啦。了解。今天再来聊到娱乐题第三题，加油！网络票选民众最喜爱。新兵系列的演员里面前五名，哇，那好几个很尴尬，那我到底会是第几名？请讲答，还是第五名呢？再聊吧，再聊。谢谢裁判长，再开心嘛。哦，团队合作的厉害。好，统统队请作答。第一个阿庞，阿庞。有没有金球颁奖？阿庞能否不负众人期望，成为新兵迷眼中的？网络票选民众最喜爱新兵系列的演员里面前五名。哇，那好几个很尴尬，那我到底会是第几名？请讲答，还是第五名呢？再聊吧，再聊。谢谢裁判长，再开心嘛。哦，团队合作的厉害。好，统统队请作答。第一个阿庞，阿庞有没有？出来尴尬了，他是第三名。他要看看前面两位是谁。请你不要提醒误导民众。袁瑶呢？姚元浩。袁瑶是谁？姚元浩。姚元浩。姚元浩有没有？哎呀，这个尴尬了，现场有两位，而且一个是第三名，一个是第二名。哎呀，有心结了，各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之后单位，你下次有那个我是第一名的，你再说好不好？这样子一直不好跟他讲，我心里难受啊。是的，刘湘慈，刘湘慈有没有？哎呀，有，哎呦，也不错。来，请坐的前军众，叶大同有没有？啊，元浩队请作答。李新文，好，新文哥，新文哥有没有？哎呀，哎，有希望哎，李导演，我们两个有希望哎。还有两位你们没有猜出来，好不好？请看最后两位正解是谁。在这边呢，向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的湘慈呢占了这个投票率的21.2%，元浩占了21%，跟湘慈呢在伯仲之间哦。然后呢，阿庞呢17.9%，胡宇威12.5%，林道远有4.8%。哦，这就是我们新兵系列啦。哎，这样子我很伤心哎。我唱一首歌安慰你。你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来，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娱乐题的第四题。第四题的题目是网络票选最经典的芭乐片
麻辣片，麻辣片，前五，什么叫麻辣片？两队，请抢答。第一个就是唐伯虎点秋香，唐伯虎点秋香有没有？哎，第一名。再来应该就是赌神，赌神有没有？哎呦哎呦，被猜光了。食神，食哎，食神有没有？功夫，功夫有没有？哎，没有了。元浩队，请坐的。撑，《鹿鼎记》。《鹿鼎记》，《鹿鼎记》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很多集。还有一，还有很多嘛。《鹿鼎记》。九品芝麻官嘛。九品芝麻官什么？到底是《鹿鼎记》还是什么？好难选。我们先猜九品芝麻官了。九品芝麻官好了。九品芝麻官有没有？哎呦，真的。哎呦，《无间道》。哎，那个太冷门了，那不叫麻辣片啊，已经猜了，黄飞鸿经典呢，黄飞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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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哎呀，哇，两队都没看到，我们看到第四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呢？哎呀，看刘德华，对对对，大陆鸡呀，哎呦，大陆鸡。各位网络票选的最经典的麻辣片前五名。唐伯虎点秋香1993年占了31%，九品芝麻官1990年占了28.4%，赌神1989年占了21.7%，与龙共舞刘德华1991年占了16%，食神1996年占了13.4%。哦，这就是网络上面票选的。是的，在这边向大家报告一下这一回合两队的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65分。分数太高了，分数太高了。元浩队的成绩是15分，哎呀，有点差强人意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会进步的，有空间。好开心，没有爱逞。各位，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向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两队成员加起来的总成绩呢，统统队是80分，非常的厉害。元浩队是20分，大获全胜。所以统统队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优胜。来，过来看一下他们的愿望到底是什么呢？阿良维啊，统统队，你们也太好心了，竟然想出用药膏贴布免费除毛的优惠专案。元浩队啊，你们可要忍耐点喽。来，满足你们愿望的时候到了，来吧，摇摇号，请准备。看出来，看出来，一二三。吓一跳！扯出来，来了来了，谁呀？三，毛不见了，毛不见了，撕一半最痛，对他仁慈一点啊，不然你贴我的脸。除毛，他们现在毛太多了。好，大家都来哈，一起，有抽报抽，没抽认真点。哎，你最近不是头发？来，听听，一、二、三。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新兵进行曲。今天都是晚上，竟然也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兵进行曲。